各位观众们，今天呢，我们要来跑路虎最新的这个赛道——三星赛道。这次已经有两张，这张呢是天宫寻梦哦，另外一张是四星的。我们就下一部影片呢再来跑。我们今天呢就是要来玩这张天宫寻梦这张三星赛道，我们先来跑一场，来看一下啊、哦，看一下这张赛道的样貌。哦，前面起步。太空舱的地图，哎呦，哇，很漂亮呢！天哪，各种，哦，这边，延续，延续，再延续，然后进到了这是什么？太空舱？嗯？啊啊 ！OK， 然后机甲 ECU 要开在哪里？我在哪？人在哪？第二圈哦，两圈赛道。欢迎随舱，各单位注意，实验舱即将开始对接。哇塞哇塞，我天哪，这图很美耶。一二三四五六，这边是可以飞过去的吗？看起来是不行耶，感觉好像不行。哦，要飞右边哦，我们一开始就要出来要对右边。还是没有这个机甲 ECU 用的地方啊，上面可以飘吗？可以。哦，有星星。哦，终点前有星星呢，好玩好玩。来看一下第二场可以进步多少。来了，第二场。啊，忘记了，应该是侧身起步去了。一二。OK，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哦，好，不行，好，看来我们还是得乖乖的走这边。OK，OK， 延续，啊，我应该带那个喷射 ECU 的，等一下这场我们来带喷射 ECU 好了。各单位注意，实验舱即将开始对接。一二，哇塞，其实很不好飞耶，它这个路线很刁钻呢。弹射。等一下，试一下。等一下。那个舱里面好慢哦，天哪！我有进步吗？有，我进步十秒。我们带喷射 ECU 吧，喷射 ECU 我感觉好一点。然后预习神符吧，我感觉这个图。从前面一开始就会有很多的腾空点，侧身起步。实验舱已做好对接准备，启动最后一轮安全巡航。那这个路线很不好抓，蓝色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。对不对？不是放这里，找地方放。
哇塞，这个好急哦！天哪，这个弯。各单位注意。哦，第二圈的路线是不一样的，我现在才注意到。蓝色。啊，记错路。哦。W 往这里移 ，OK。那第二圈其实它其实可以很快的就哦透过加速带。哦 ，Sog， 有，越来越懂了。一般人在那个太空舱这样把人射出去，基本上没死也续了半条命了。一般人是会是这样进那个太空舱，然后把自己射出去的嘛？等下我来研究一下 ECU 释放的点啊，这样来仔细研究一下，然后跟第二圈的那个进弯，侧身起步。实验舱已做好对接准备，启动最后一轮。W W。蓝色。W 连续啊，没续上。哇塞，这个好急哦！欢迎回舱，人没了。这好像可以断空飘了。哇塞，飞太远了，飞太远了，太危险。Finish！ 哦，我感觉就是终点前那个太空舱啊，没有重放一颗氮气的话，其实有点慢，真的有点慢。它的 ECU 可以放在过山车上面吗？我试试看，应该可以。我看一下可不可以放在最后一个太空舱这里。Oh my god， 太快了！哈哈哈，确定呢？这个太空舱的设法 ，ECU， 实验舱已做好对接准备，启动最后一轮安全巡查。欢迎回舱，各单位注意，实验舱即将开始对接。W 比你是有了19大幅提升。